题材还是很符合我的口味的，剧情脑洞超大，画面呢也是丧心病狂，非常适合休闲的时候玩一玩，尤其是在网络信号不好的时候也能玩呢，真的是玩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，欲罢不能。感谢开发者，脑洞太大了，又会出流行。不管以前还是以后，我们这个游戏做了那后面的事情，很勇敢。